当你鼓起勇气告白 ，skip date 的了，どうするのよ？学人被拒绝，就让元气少女缘结神来为你牵起红线。不管你是人鱼恋，まだまだ人の子に恋をした，美男恋，还是痴汉单恋。求必应，元气少女缘结神，每天晚上就在 Animax。